好啊，泰老師，你好啊，Tim 你好啊 ，Tim， 你知道你今日嚟嘅目的係做我哋嘅電燈膽，我都有睇之前幾集導師都會話佢可能唔係好表達佢嘅感情喎。Pamela 就好似一個新聞報導員咯，你而家係 robot 人性化少少咯，可以。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唔夠放嘅人。佢呢度係好緊張，但係我尋日咧，你一定要 mean what you say。Mean it。所以我今日咧主要嘅目標係好想佢知道我哋一個表演係一齊分享一個故事。既然今日 Tim 喺度，我哋試一下用佢。你企出去先。好。Tim 你都企出去。Tim 就係嗰個男仔啦。當你要用佢嘅時候，你就對住佢唱。當你覺得你係對自己講嘢嘅時候，你就唔需要望住佢，唔在乎你唱歌技巧。嗯。退換了你身份，可應該滿足情人還是自己都湧入懷抱？仍是你們密友，呆望你們熱吻，應該開心還是痛心？你冇用過佢喎，因為我係冇做過呢個電燈膽嘅角色。咁梗係唔使做過啦，我覺得好奇怪，跟住我就代入唔到，因為覺得佢好陰毒。你有冇試過因為愛情感情而好傷心啊？有咁得㗎啦，我唔需要知道你嘅故事，你嘅故事你要記得，永遠都係你最大嘅武器。睇一個歌詞同埋睇一個劇本，其實都有共通點嘅。佢哋一定有一個故事要講，然後你就灌注自己自身嘅經歷投射落去，讓嗰件事好有感受嘅時候，觀眾就會睇得更加投入，因為你首先投入。你喺出面行未？喺出面諗你同嗰個人嘅故事，準備好先至好行。拎起張凳。我為什麼給你門呢？你一開門這一下就是見觀眾，就是一個表演。我知道節日著我三位一體的慶祝，沿途明亮燈飾閃映著沉重，言談越恣意內在更冰凍，舉高啲望住嗰個人，俾你自己選擇幾時放低。你被我拍了，當那電燈膽映着你們來來回回曲中愁眉，是兩人埋藏在最壞的心眼，夢想一天你們會想會選我嗎？你覺得？我覺得你揸住張凳係幫到你嘅，我唔知點解，但係我舉住佢嘅時候咧，係有一種物理上嘅辛苦，而帶動咗我覺得成件事好咁咯。放低嗰下有啲似係我好想擺脱呢樣嘢咁樣咯。佢好聰明嘅，其實佢好快就知道我做呢啲嘢係為咗讓佢進入一個狀態，喺腦裡面都有自己嘅故事。不是要去改變他，我希望最簡單的就是開發多些他不同的一面。現在最後一件事，送一個錦囊給你，多謝。到時先開，出台的時候開，用完今天的所有方法去練習，練好到時就好好享受，這樣就足夠了。嗯，知道。好，這個是只有我才可以提，我很多謝他，我覺得我會記住他這句。